见到烟雨朦胧的景色，会不会想起山水画呢？中国古代山水画虽然取材自大自然，但着重的并不是描写大自然的真实景貌，而是叙述一个个想象的场景，即是所谓的造景。希望看画的人可以感受到画中呈现的诗意。我们一年十五集的节目会介绍香港艺术馆珍藏的画作，由专家带领我们走入明清两代为主的古画世界，欣赏下山水画最高的笔墨境界。成日都听人讲话咧，江山如画去形容中国的书画、山水画啦。咁我哋系点样去理解或者去明白呢句说话背后咩意思咧？背后咧就一个好深层嘅意义，就系咧用咗一个美学嘅角度去睇大自然同埋画。而呢啲美学咧喺大自然里边，我哋反而怎望咧望唔到嘅，喺画里边先至揾到。嗱，所以用呢个咁嘅角度嚟睇嘅时候咧，点解？大自然的風景很多時候是不夠山水畫，就變成江山如畫。西方我們通常畫畫我們一般會叫做風景畫，但我們中國叫山水畫。西方通常就是去描繪他見到什麼就畫什麼了，中國畫這個山水畫差不多不會這樣，甚至相反的，他畫的東西其實你見不到的，是一個再造的景象。所以我們中國畫的時候會說造景，即是你創造出來的。西方的風景畫多數是一個畫框的裝裱了下去，但中國窄窄長長的所謂一個叫立軸或者叫掛軸，它收起來捲起的，打橫打開的叫做一個橫捲。西方的油画咧，點解佢要四四方方的畫框呢？佢通常係掛喺一個展覽館嗰度，佢唔可以俾你折埋嘅。但係咧，中國畫就唔係，我哋睇完咧捲翻起佢。所以西方嘅風景畫咧係有一個好強烈嘅展示功能，而中國嘅捲軸畫咧就啱啱係一個好強烈嘅收藏功能。風景畫咧好多色彩嘅，啲顏色好真嘅。嗱，譬如我哋諗翻起蒙洛麗莎咁樣，成個人真嘅咁畫咗喺度擺到俾你睇到嘅，佢嘅膚色啊、個衣著啊嗰啲咧，全部都係一個真實嘅景象嚟嘅。中國畫我哋冇咁樣嘅，基本上冇乜色彩嘅，有色彩都用少少色彩，所以叫淺降山水。甚至咧更多嘅畫咧根本冇色嘅，黑白水墨畫喺西方嚟講匪夷所思嘅。我哋見到中國畫咧，你畫完之後咧，個畫家寫好多字喺度嘅提示啦、簽名啦、吸引章啦。你有辦法想像，如果達文西畫完蒙羅麗莎在上面寫滿曬蒙羅麗莎，然後咧簽名。但係中國畫、山水畫咧，啱啱相反，佢冇呢個破壞嘅概念，佢係會咧更加強化去欣賞呢一張畫嘅概念。而呢一套中國畫嘅山水畫嘅系統咧，正正係咧佢一個好深層嘅美學喺裏邊。而呢啲美學咧喺大自然裏邊，我哋反而怎望咧望唔到嘅，喺畫裏邊先至揾到。認識到中國山水畫同西方風景畫嘅不同之處，咁究竟山水畫點樣比真實嘅江山更加優美呢？香港藝術館收藏嘅三幅山水畫，可以話係典型嘅例子。我哋逐一欣赏。一个画家叫做文伯仁，佢系明朝苏州地区嘅一个画家嚟嘅。佢有一个师傅，亦都系佢嘅亲戚，叫做文征明。咁文征明就系同埋唐人咧、唐伯虎咧系同辈咧喺苏州嘅时候咧一个好大影响力嘅即系画家嚟嘅。咁而文伯仁咧就系文征明嘅侄咧，
佢畫嘅山水畫咧，好多時咧佢都會學翻文徵明嘅。特別咧佢好模仿到文徵明嘅一啲比較細筆嘅，即係用嗰啲線條咧比較纖巧嘅，同埋咧好多時咧用嘅顏色咧係好豔麗嘅，特別係嗰種所謂叫青綠山水嘅風格。呢張畫咧就叫做《花溪月隱》，好明顯咧一望咧就望到青綠山水風格。中國畫咧比較用一啲顏色用得多少少嘅，鮮豔一啲嘅，用一啲礦物顏料，譬如話有種名稱我哋叫做石青石綠，其實即係藍色或者綠色喺礦物裏面提煉出嚟嘅。呢張畫我哋一睇咧就好明顯咧就有石青石綠，特別咧成張畫睇個遠山咧就好清楚。成張畫咧，我哋睇咧就係佢用一個幾有自己特色嘅構圖，就係咧用一個所謂平遠嘅透視法，就話好似等於我哋去行山嘅時候，企喺一個比較高嘅山坡，向好遠嘅水平線望過去，咁就望見一個好遼闊嘅一個景象。咁呢啲咁樣嘅構圖方法咧，就叫做平遠法。所以佢包含嗰個景象咧，係比較多比較遼闊嘅，特別咧係畫一個好空闊嘅一個江面或者一個水面，咁咧就然後喺呢個咁樣嘅構圖裏邊咧，佢就跟住擺咗好多不同嘅景物落去啦。由嗰個遠景一睇咧，就係有呢個青綠山水嘅錐體型嘅山啦，下邊有啲雲喺度映曉，咁就非常之優雅嘅景象。咁而精彩嘅地方咧，我哋跟住會睇到咧好多一排一排嘅樹叢，佢用一個好淡嘅綠色，係寓意新綠。早春二三月嘅時候咧，啲柳樹啱啱吐芽嘅時候嗰種嫩綠，而更加優美嘅咧就係咧，我哋見到跟住有啲樹咧有一點點嘅淡紅嘅粉紅色嘅，係桃花或者杏花。嗱咁成張畫咧。有柳樹，有桃花，桃紅柳綠，已經咧説明咗呢張畫咧係一個春天嘅景象。再睇張畫嘅江面，有好多漁夫咧喺度垂釣捉魚。睇清楚啲咧，隱隱約約咧見到原來仲有啲白色嘅白鱸或者係海鷗之類咁嘅嘢，就伴住啲漁夫咧喺度即係打魚作活。成個整體嘅景象咧係好典型咧，畫出一啲漁村裏邊咧啲漁民嘅。安逸日出而作的生活。最精彩的在前景那里有一个水角，里面有个文人凭着个栏杆就向外面的景那里望过去，不远处有一个渔夫的膊头担着一些渔网，就在那里过一条桥，就翻翻入去個漁村嗰度，咁呢個咧就係一個隱喻嘅效果啦。呢個文人畫家就畫一個咧好悠閒，可以俾你去避世、好舒服嘅大自然境界。透過嗰個漁夫孭住一個漁網，好似走入漁村嗰度咧，係引領你精神上邊咧就走入一個好安息嘅隱逸世界。咁呢個一個明顯嘅實例咧，呢張花溪魚印咧，其實就係一個理想世界。呢個理想世界咧，即係喺我哋嘅山水畫裏面出現。咁啊，大自然裏邊咧，由嗰度抽出嚟模仿，然後咧再精煉成為呢一張咁嘅作品。西方係用。好豐富嘅顏色，佢好實在去表現嗰個場景個畫面。咁但係文白人呢幅畫咧，好似頭先館長你講，即係用咗好素嘅少少粉紅、少少綠色。咁點解唔可以用一啲好豐富嘅顏色去畫呢啲山水畫咧？有個講法就話，顏色咧對於中國山水畫嚟講咧係一個輔助功能嘅啫。如果你用得太多顏色咧，你會取代咗中國畫嗰想表現嗰樣嘢嘅，你嘅注意力咧。去了欣賞色彩，欣賞咧，即係會令到你有一個錯覺咧，好似大自然。中國畫咧根本就唔畫嘅，留白就得噶啦，一片白色，因為佢只係想帶個信息俾你聽到、睇到咧，
呢度有啲雲，咁你就自己用嗰個想像嘅空間。嗱，呢種咁嘅想像嘅空間去明白、去了解咧，就所謂叫詩意。即使同一個景象，在不同畫家筆下，可以畫出不同的意境。中國古代除了文伯人這類文人畫家，還有侍奉皇帝的宮廷畫家。好像清朝的唐代，他畫的這張秋山筆老圖就深受皇帝欣賞。唐代很巴閉的喎，他侍奉過三個皇帝，清朝的就是康熙、雍正、乾隆。而在康熙王朝的時候，曾經康熙皇帝很欣賞他，就俾咗個稱號佢，就叫做畫狀元，即係話咧呢個畫家咧喺我呢個清宮入邊咧係 number one。呢張畫咧就唐代畫的一張手卷。相對我們真的看到這一張就比起文伯人的色彩豐富一點，但所謂色彩豐富，你細看都不是說很多種顏色，來來去去都是三四種顏色而已。整張畫它都會用了一個比較統一的墨綠色，而這隻綠色有一個專有的名詞，我們叫做汁綠，是溝出來的。中國畫就不是太多溝顏色的，它是怎樣溝出來的呢？就用了在植物提煉出來的藤黃色，花青偏藍的，藍加黃就變綠。但這隻綠就不是一般我們常見的那種綠，它再加了一點點其他的顏色元素下去，就是一種叫做珠標色，橙紅色的。而最精彩的就是再加一點點淡墨，逢親中國顏料加了一些淡墨色，就將那個色撳低了，就不會那麼鮮豔了。很有趣的問題就出現了，中國畫其實不是那麼多追求鮮豔顏色的，就算很鮮豔它都會加一些墨將它溝淡，它墨綠啊，有個墨字下去，即是將它撳了下去這樣的意思。這一種這樣的汁綠色敷了它整張畫的山上面，變成你看下去的時候是一種好像很鬱衝的一種大自然的那種境界，但是真實又見不到這樣的，它是用一個顏色有出這樣的寓意來的。幾明顯看到咧，畫家鋪排嗰個景象啊，隱隱約約咧，成個畫卷咧，我哋都見到咧，有一啲山景啦，有啲步道啦。佢雖然冇人，但你個視覺咧，你會跟住呢啲山景、呢啲路咧，一路咁樣行嘅時候咧，係引領你咧，好似個畫家咧透過張畫咧帶住你或者拖住你手咧一路去行，遊山玩水，走入呢張畫裏邊，一個咁樣嘅效果。一路行嘅時候你會經過咧好多平原啦、山谷啦、瀑布啦、溪流啦，同埋有好多大小嘅村落，有啲獨立嘅房舍啦，或者有一啲有個山亭啦，有橋梁啦，好豐富嘅。咁行曬成個畫卷啦，咁就會睇到好似去行山去遊玩咁樣。風水學我哋有所謂叫睇龍脈，原來中國畫都有嘅噃，就係話將呢啲山咧，佢嗰個連綿不絕嘅，特別嗰個山嶺、個山脊嗰度咧，佢一峰連一峰呢一種咁嘅效果咧，隱然咧見到一條虛線咁樣將佢黐埋嘅，呢一種咁樣嘅構圖或者畫山嘅造型方法咧，原來喺清朝都有，而係叫龍脈。另一樣嘢咧，佢有一個提示嘅。張畫裏面咧畫咗好多樹，有一啲不同嘅樹叢啊，或者啲喬木啊咁樣啲大嘅高嘅樹，好多樹咧我哋見到上面咧係紅色一點點嘅，就係咧紅葉嚟嘅，咁已經說明咗呢張畫係有個季節性嘅，所以呢張畫咧個名咧叫做《秋山筆老圖》。这张画背面还有精彩之处，就是乾隆皇帝还在做太子的时候所写的一首诗。在这张画写了这首诗，
過了兩年咧，佢就登基做皇帝啦，就成為咗乾隆皇帝啦。嗱，咁所以呢張畫咧已經有個歷史嘅意義，好精彩嘅。佢就話咧，朝啼想像萬鐘明。嗱，喺乾隆嘅書裏邊有呢句寫出嚟。朝啼係乜嘢咧？泛指一般咧，理解成係佛指。咁原來乾隆皇帝咧就話咧，睇完呢張畫，睇到最後咧，見到一個佛指，我就想像咧萬鐘明啦，即係禪院鐘聲就出咗呢個境界啦。呢張書法作品咧好特別，首詩係乾隆嘅，但係啲字咧唔係乾隆嘅。但係點解簽名係乾隆皇帝做緊太子嘅時候報親王咧？嗱，呢一種嘢咧，我哋中國咧叫做代筆，唔係乾隆嘅字嚟嘅，係佢一個大臣幫佢寫嘅，叫做梁思正。咁一張山水畫，只要我哋觀眾好細心留意入面嘅細節，即係例如瀑布啊、小橋流水咧，咁其實我哋觀眾都會好容易感受到作者佢想表達嘅意境。如果想創作啦，好似乾隆咁，意境到啦，咁就會創作一首詩咁樣噶咯。嗱，好多時咧，佢可能係即係睇完張畫就作一首詩去和應嗰個風，即係見到嗰張畫入邊嘅風景啊、景物啊咁樣。亦都有陣時咧，可能咧係有首詩，佢作個首詩，個畫家跟住嗰首詩咧去畫個詩意出嚟，即係兩樣都有嘅。要領略中國古畫嘅意境，離唔開詩書。而提到傳統書畫，不得不提明代書畫家董其昌，佢嘅作品同理論。在中國藝術史上有很重要的影響。董其昌他根本就是將畫更加將個注力放曬落去筆墨嗰度，所以他曾經講過有一句説話，即係好出名嘅。佢話咧，筆墨係強過山水，山水決不如畫。在明朝當時提出呢個理論咧，係好超時代嘅，係可以去到我哋而家今日嘅現代繪畫藝術世界嘅。佢即係話咧，我哋睇畫咧，已經係可以獨立去睇抽象藝術嘅嘢啦。咁其中咧，佢有一次咧，佢去到一個去行山，去大自然嗰度睇風景。咁佢咧，哇，好靚個山水！佢衝口而出就講咗句：一片江南畫派。嗱，佢已經馬上第一個反應咧，已經好似程式化咗。佢滿腦子咧最高境界嘅係畫，而特別咧係江南畫派嗰一班畫家嘅畫。嗱，其中咧最出名最重要的祖師爺江南畫派的就是五代有一個畫家叫做董源，董源那張很重要很重要很出名的燒傷圖卷，燒傷在哪裡呢？就是今天的湖南，那個水氣濕氣比較重，所以很容易有些煙霧迷漫那些這樣的感覺，還有那些山是很平緩的，會給你一種平淡天真的感覺。這四個字也是董其昌或者董源咧，佢哋成日咧去形容呢啲畫家嘅作品，點樣去畫呢啲山咧？佢就用一啲所謂叫做皴法，用一啲肌理或者用啲毛筆咧，比較乾筆去皴擦佢，營造出嗰個山嗰種圓潤嘅感覺。好啦，再講翻董其昌咧，咁佢又有一次又係去到洞庭湖，嗱，洞庭湖又係喺湖南嘅，又係即係燒傷呢啲咁嘅地方啦。佢再一次望見個景咧，佢又講咗另一句嘢喎。一望空闊，怪怪奇奇，一幅米家墨器。一望見，哇！個山川好靚，好廣闊，同埋啲山咧好特別個奇，嗰個景象咧，我好少見到咁樣怪怪奇奇。成幅米家墨器，原來咧有兩父子姓米嘅，就係咧一個叫做爸爸叫做米忽，個仔咧叫米友仁。嗱，所以咧我哋叫米家咧就講呢兩個姓米嘅父子。佢係將支毛筆咧打橫咁樣扼落去一點點咧，咁然後將呢啲點咧堆疊埋嘅時候咧，製造一啲層次感。呢啲橫點濃淡不一嘅堆砌成為咧一啲雲山，而呢啲山咧通常係表現咧落完雨之後最好用嘅。董其昌呢張《雲藏雨傘圖》就是結合董源的皴法和米氏父子的米家點，再創作出來的一幅山水畫。
個遠山嗰度一個錐體型嘅，兩邊都係有好多呢啲披麻遜咧，營造咗、塑造咗呢個山嘅一個錐體一種立體感。嗱，而近岸咧喺前景嗰度咧，嗰、那個波岸嗰度咧，亦都見到嗰啲岸邊咧用一啲好長嘅披麻遜，佢用咗呢啲遜法、呢啲線條去營造遠山石或者呢個近岸嘅景象。跟住就大量用咗呢個米加點，我哋見到張畫上面嘅呢啲咁樣嘅橢圓形嘅點，呢啲點咧好活潑嘅，好有生命力嘅，佢唔係好死板咁樣咧，好似我哋吸印咁樣一點點吸落去嘅。你細睇咧，呢啲橫點有大細、輕重、濃淡、水墨嘅變化，好豐富嘅。慢慢嗰種鮮豔嗰種層次感咧，堆疊成一種咧迷迷惘惘，好似喺大自然裏邊咧，我哋望見咧雨後雲山嘅時候，呢啲雲飄渺緊嗰種感覺咧，佢有種誒好靜嘅動感。呢啲咁樣嘅抽象視覺嘅符號，喺董其昌嚟講，佢就咁叫筆墨，佢係可以攞嚟咧用落去山石樹或者表現雲都可以嘅。他們叫做氣韻，所以在中國很早就有氣韻生動這四個字去形容，即是你看中畫的時候，你感覺它有一種動感或者一種活力、一種生命力在裡面。館長說過，得意忘形這四個字可以用來形容中國畫，因為當我們體會到畫裡面的意境，就不會再被幅畫的題材限制，可以純粹欣賞畫中的視覺元素，去欣賞當中很有味道的筆墨了。